男子在冰上高速向后前进，轻轻松松就来了一个后空翻。记者他更要挑战高难度动作。一瞬间就翻越五个人，获得满场掌声。来自加拿大的花滑好手巴尔德打破自身纪录，完成创举。2023年金氏纪录出炉，民众个个身怀绝技，令人大开眼界。意大利知名男子成功挑战在11个滚动的物体上保持平衡。另外一名英国男子同样有着高超的平衡感，能够边举重边骑着单轮车。Most times to squat lift my own body weight in 1 minute as a female. 知名英国的女运动员能在1分钟内扛着自己体重的杠铃深蹲42次。来自墨西哥的尼古拉则创下男子单手倒立的新纪录，他能靠单手就撑了1分钟11秒。有人则是能灵活运用四肢，在30秒内同时抛接6颗球，最多4。 来自美国的踢踏舞选手能在1分钟内踏上123次。不过动物部门也不遑多让，这只美国的猫尾巴最长达到了40.83公分，以及这一只身高最高的家猫有47.83公分，就像是一只小花豹。不过就算没有厉害的才艺，也能靠数量取胜。德国男子收藏最多1538个护唇膏，都缔造了新纪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 海皇XO干贝酱，这款干贝酱呢，里面真材实料。比方说，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，那么另外呢，在这个里面，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，非常非常的新鲜，而且肥美。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。